个小小朋友。小朋友，你会唱山歌吗？我不会唱。你不会唱啊？你有没有会的歌？你展示一下吧。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孤身走暗巷，也不会怎么样，是不要我跟吴亦凡离婚。对。今天大家都是南宁农产品交易中心的两两搭档生意合伙人。今天大家要进行一场商贸谈判能力的竞赛。来一个啊，来个饼啊！掀起了你的盖头来。这沙哥有优势哎。不行，减肥了现在。OK。拿错了，回来。啊！哇！哇！这么高级吗？我有能力让你们垫底。我们垫不垫底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能让范丞丞第一。你这又开始恶性竞争了。你牛，你盖章，我走人。给点面子，让我们过去得了。我们跳湖。哎呀，我现在心比酸笋还酸。他是怎么会心慌耳鸣啊？就赌的是姐跟哥的心。不知道进了俩铁公鸡。我相信爱。接下来你们就要面临的是三角困境。哇，这是万国会议。哇，感觉到了一个要演讲的。哇，咱坐哪儿啊？快选座，选座，选座！我要选座。又坐这边了。啊，那行，那咱这边。来，我们坐这儿，我们坐这儿，就坐这儿吧。十分钟，感觉自己突然变成了那种商业巨鳄的那种感觉。欢迎。5 horas da manhã.这是我的老愿望了。
但好像一直都没有实现。反正就是我尽力了，最近也算是做了很多准备，如果还是结果没有那么满意的话，一切都是第四报的原因，第四报全责。姚PD？ 我其实很期待今年的主题是什么。姚PD 的话，快加入我们吧，不要只在旁边看好吗？嗯，动头吧，耶、yeah, ！姚PD。各位成员，我们现在的这个地方是新昌唐诗之路博物馆，它是为了集中展现新昌的诗词文化而建。这里也是我们今天任务环节中金银台的所在地。描述这一部分的72个诗词字块已经出现在了台子上，这也是你们今天获得字块的最后一次机会。而这一次的有缘人是一组人，两个。接下来的这项任务也将决定谁在指认有缘人的过程中拥有额外的票数，请来领取任务卡。我去，我来。我们最后一个任务是蒙眼撕名牌。什么？什么？蒙眼？每组派出一位成员在场地中蒙眼就位。通过声音判断其他成员的位置，并撕掉他人的名牌。我们这么多人，被撕掉名牌的成员淘汰离场，越晚淘汰得分越高。混战撕名牌，男生一组，女生一组。哦，第一个被淘汰的成员不得分，留到最后的一位可以得10分。那我们第一轮先由男生组进行，女生可以在旁边休息，同时品尝焕新升级的 MC 原味酸奶。今年 MC 焕新升级了基础原味酸奶，带来了更顺滑的口感，用更健康、更美味、更有品质的酸奶回馈消费者。现在就请六位男生戴着眼罩前往瑶池中就位。这个游戏瑶池也没有什么成绩可言，狗着。三二一之后，大象鼻子转五圈。啊？哦，还得转，还得转。我天哪！请准备，开始。一、二、三。挺晕的，这样。四、五。哎呦！哇，绝了！就是跟小兔崽似的。就不能往地上躺，我觉得躺上反而被容易被死。对，跑得好快呀、啊！挺吓人的，我的妈！哎，你们是可以说话的，沉默的声音震耳欲聋。人呢？哎呦！
有。就是哪里有声音，然后就去，哎，就来了。啊，你好适合演这个。太可怕！李晨现在就是那个最可怕的那个僵尸。抓到了，完了！谁？我陈哥摸到了200斤的黑手，救命啊！救命啊！他俩结盟了，不会吧？我都感觉他俩不会结盟了吧？黑牛。他们在哪儿啊？对暗号了啊！自己踩到了。周深，还有一个你的盟友。周深，请握手，请握手。不要，不要。
你这先生，你好像还蛮精神病。你可以失态，但是不要变态，好吗？这一局周深得10分。我都已经成这样了，是吧？你毁掉还能播吗？能。接下来轮到女生组。哇，太吓人了！加油！我太害怕。看你们注意安全啊，尤其你美丽姐要来了，咱们就该给就给。朋友们，我们可以平和一点吗？美丽姐你在哪儿，一定要吱一声。好的，我直接送给你。真的，谁敢跟美丽拼？一十字固，然后静悄悄的给你撕掉。请准备。伟丽姐，我真的有点害怕。我太害怕了，我想离她远点。大象鼻子转五圈，开始。怎么是大象鼻子？三、四、五。哎，怎么这么统一？怎么全都贵妃醉酒了呢？突然。